张先生、邓女士，你们好啊！我刚才听到你们俩说，因为那个充电器和……然后呢，不要把什么都埋在心底，这是最忌讳的。你总觉得他能了解你，他特别懂你，他应该是全世界最懂你的人，怎么可能？爸妈都不一定那么懂你，让一个跟你才认识两年的男人那么懂你啊？不懂不代表不爱，但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去了解你，愿不愿意去懂你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对男生来说的，我觉得为什么说你脾气大，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，把自己的情绪放大，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。你对于他的职业，在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能力，还有他的性格，你是存在很大的看不起的成分。性格这方面你可能是没办法接受，职业能力是你觉得他不够好，不够优秀。所以在你心中，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女人，你觉得你能跟她过一辈子吗？这一时你能忍得了她的性格，但真正你心里面想要接触的，或者说想要跟你合拍的那个女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，你应该非常清楚。此时此刻你可能确实很爱她，但是你能保证一辈子这么包容她吗？就从她初次去你们家很害羞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，以后要面对的事儿更多，你能一如既往的包容吗？这一次你都包容不了，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想清楚，想明白，看清楚自己要的，想明白对方要的，很重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